旅行者，不，这里或许该称呼你为荣誉骑士。想必你已经听说了，你是本届的风花节之星，将代表全蒙德人向风神巴巴托斯献上风之花。不过，这次似乎略有不同呢。有我们，还有卖唱的，这次风花节是不是格外热闹呀？是的，感谢你们常驻蒙德，也希望你们今后继续享受在蒙德的生活。风花典礼快要开始了。风花节之星，选好属于你的风之花了吗？我们必须选出一种花，把它献给风神，对吗？没错，请你慎重考虑之后做出选择。别忘了，你的选择代表着全蒙德。哼，好狡猾呀，居然直接问我。不要在这种场合说悄悄话啦，你们两个。被训了呢。不用在意我，选喜欢的就好，我相信你的品味。那么，荣誉骑士，你的选择是？哦，与贝亚特利奇意见一致，风之花是较为冷门却有着坚定拥护者的塞西利亚花。请代表蒙德人向神像献上你的风之花。愿风送去我们的祝福与赞美。今年的风之花会是什么花呢？好期待。愿风送去我们。感谢你，风花节之星。我们已向风神巴巴托斯献上饱含敬爱的风之花，愿风护佑蒙德。不错的选择。你猜？又让人猜。这个坏家伙，会告诉你的啦。不过，不是在这里，人来人往的广场不方便聊这些，换个地方吧。去哪儿好呢？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到风龙废墟去。愿风送去我。无聊。一段日子没来这里，多了不少小麻烦呢。旅行者，和我一起打扫环境吧，就当是送给特瓦林的见面礼。对啊，特瓦林也要过风花节吗？他不在，但我能感觉到他很快就会回来。那这边就交给你了，我去处理另一侧，忙完之后就到上面汇合吧。服用。起风了，飞，哟呼！固若金汤。哦。我来保护大家。请妖魔舞。
脚下。是这里的景色最好。是啊，我很喜欢这个地方，闲暇时总会过来坐一会儿，看看风景。是来偷懒的吧？被你发现了。啊，如此美景，手里要是有杯苹果酒该多好啊。旅行者，蒙德的风花节你喜欢吗？但还是有所疑问，对不对？我知道你想问什么，究竟什么是风之花？风神巴巴托斯眼中的风之花与风花节又意味着什么？如你所见，蒙德人民各有选择，有人从千万种花朵里选择了蒲公英，有人则挑选了风车菊。每个人心中的风之花好像都不一样。是啊，本该如此，没有唯一的答案，也没有真实存在过的风之花。咦，不存在吗？风之花这个词语最初只是旧蒙德时代人民之间相互联络共约反抗的暗语罢了。那时人们常说，风越大，风之花的根基就越稳固，花朵也绽放得越鲜艳。要我说的话，它并不存在，也无处不在。它是向往自由的灵魂，是追逐风向的勇气。一切美好值得被祝福的事物都可以是风之花。看似不存在却又无处不在的东西就像风一样。你说的没错，所以风神巴巴托斯不会定义何为风之花。祝福之花，敬爱之花，深爱之花，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风之花，每个人都有自由定义它的权利。自由之都蒙德献给风神的花果然非常自由呢。我知道，人们会因为共同的意志走到一起，牵引你我相遇的想必是自由之风。它来自旅途的尽头，世界的边缘，来自你我心中，永不停歇。是谁轻抚你带伤却坚毅的面容？在小溪边，在巨岩旁，是谁紧拥你疲惫而高贵的灵魂？在深梦里，在高天之上，亲爱的朋友，我牵着你的手，带你走进夜晚华灯，为你从头讲述节日里那自由与梦的乐章。风花节发源于北地冥关，自由之都。哎，这次探险一定要带足物资，不能再饿肚子了。嗯。所以，如果你要问我，在执行公务吗？二位辛苦了。你也辛苦了。说来，好久没一起吃饭了，最近太忙了。这一天，我们该做些什么？啊，阿贝多先生，研究进行得如何了？遇到了一些问题。请问这个，我们认为好的酒馆当然要提供下酒菜了。是吗？如何去做？为谁而做？低调一点，勇敢一点，主动出击，还是守株待兔？啊！小心！对不起，对不起。没事吧？我的回答是，只要有共同的思念之情，那就都一样，全看心中所想。
特瓦林应该发现我们精心准备的礼物了吧？清爽的风与舒适的环境，他一定会喜欢的。清爽。迷坚不摧。